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用这一队来挑战一下这一次的炼狱机，发挥抖 M 精神，在王冠接住那个连击，应该有机会吧？第一关，OK， 这样，没有问题，可以试试水吸吗？为什么突然要试水吸啊？我觉得这次暗吸是最好过的，如果你有暗吸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暗吸。喜技能，哎、欸，别哦，这对伤害太厉害了啦！第二关，中灰灰了，哇，恭喜！这哦，这燃烧有点麻烦哎、欸。其实这对血量多呢，扣的趴数也多，很麻烦。这边好像有点麻烦了，没有转木柱的角色，尽量叠个珠子。嗯，工作好多，工作好多，等，好，四颗。哦，好险有天降，太好了！居然把我公主给用掉了，好，太机车了，但是 OK。啊，总算好了，行。大奖到什么时候？大奖加倍到下个星期一。哇，好尴尬哦！那个星珠剩两颗，永远消不掉。好，真伤开开。行。接下来开龙科度过这尴尬的时刻。绿出光珠为主的版面。嗯，这样。好。最好是啊，好，你很棒。OK， 我想我要怎么过？五颗。好险有天降，还 OK， 好险。好，
这个时候推荐是用这个万箭游侠，然后把光珠留下来。一回合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哇，完美耶！是谁削的？太扯了吧！好紧哦！但是这哎，带走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太好了，总算要赢了，这好辛苦哦。总算，哇，总算过去了。OK， 哦，更新，好吧，让他打一下也不错啊。过了那个关中毒的话，就度过最大难关了。但如果说你带会是更好解决了，完全不用害怕。但是我们就是要用纯光人通关，建议一开始就先把这个锁定珠子消掉，后面就不会有锁定珠子了。然后这边直接打，哦，还是有锁定珠子，那就等于是一回合冷却时间吧，是可以这样想吗？好，耶！第六关，他打多少啊？他一定会有骷髅头吗？啊！重置了，哎，都有点尴尬。开个龙科好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整个六 combo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。刚刚应该关掉的吗？真的是有点可惜耶。好。完美。哎、欸、嘿，太多太多。哦，好险好险，这边不会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尽量消都没问题的。啊，王冠这边是不是靠水先打过去啊？然后我们把光珠跟暗珠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打打看好了。啊、应该开共鸣，然后再开踢人的那一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得要洗技能吧？是这样。哎，不对啊，他踢很厉害耶！我直接快把他踢死啊！师傅，你快被踢死啦！师傅，哦，仙水还是水仙，反正就是踢人的那个嘛。哎、欸，他踢人也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直接踢就好了哈。这副加这口消除完全没差哎、欸。仙水真大奖，真的哎、欸，他踢一踢就敌人就直接不见了哎、欸。啊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踢完了是不是 ？OK。被踹死，好扯哦！那个伤害，那伤害真伤，真的是浮夸哎、欸。而且刚刚那个共鸣好像没什么用，一夜修没什么用，好扯的伤害哦！天哪、啊！